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芝加哥北郊，我是 Jenny。今天我们去 Costco 逛逛，盘点一下这个月最应该买的好折扣。今天的视频由华人生活馆赞助，今天推荐给大家的是北鼎新出的 G67 多功能蒸炖锅。跟老版的北鼎智能蒸锅对比，它的容量更大，更加方便好用。我的是单层的，锅体容量有7升，带了一个绿色的陶瓷盘。简单好用是北鼎最大的优点，加纯净水在水箱，旋转定时烹饪，旋转刻度精确到分钟个位数，也可以提前预约烹饪。对于我们早上时间紧迫又想吃的健康的家庭，真的是非常好的帮手。因为操作简单，老人和孩子们也都能很快的用起来。蒸鸡蛋、蒸红薯、紫薯、蒸毛豆、蒸海鲜、蒸豆腐、蒸排骨、热米饭、热包子等等，非常实用。希望大家能够尽量买健康的食材，在家做饭，北鼎智能蒸锅用起来。我会留产品链接和折扣码在说明框给有需要的朋友们。Natural Vitality.com 的镁的补充剂这个月有折扣，20盎司的大罐装，折扣价格19.99块。镁是自然界中的一种矿物质，对于神经系统起到镇定作用。它可以帮助平衡大脑中的神经递质，降低焦虑感和压力。镁的补充剂主要功能有：第一，帮助缓解压力和焦虑，帮助缓解肌肉紧张，能够帮助缓解晚上腿抽筋；第二，促进睡眠质量，所以通常也都是在晚上睡前服用，能够帮助更快地进入睡眠和改善整体的睡眠质量；第三，支持骨骼健康。长期补充镁可以帮助预防骨质疏松症。第四，调节血压和心脏健康。镁能够帮助调节血压，降低高血压的风险，对心脏健康有益。第五，支持能量代谢，减少疲劳感。第六，缓解便秘。镁能够吸引水分进入肠道，帮助缓解便秘。COM 这款镁补充剂非常受欢迎，粉末状，好吸收，里面带了一个勺子。每一小勺的量含有325毫克，也就是每日所需的77%的镁。这个树莓加柠檬口味也是用户反馈里最受欢迎的。甜味来自甜叶菊，不含糖。我自己如果下午打球或者运动，睡觉前喝一点，帮助放松肌肉和神经，快速进入睡眠，非常推荐。Neutrogena Hydro Boost Water Cream 两个1.7盎司的大包装，折扣价格21.99块。酒杯保湿，质地轻盈，好吸收，适合各种肤质，尤其是干性和混合性皮肤。这款面霜含有高浓度的玻尿酸，能够快速吸收并锁住水分，帮助皮肤保持水润饱满的状态。轻盈的水凝霜质地能够迅速渗透皮肤，不会堵塞毛孔，适合油性、混合性和敏感性肌肤使用。没有香料，不含酒精，适合各种人群，包括男生、女生、老人、小孩。因为这款面霜能够长效保湿，持续使用可以增强皮肤的天然屏障功能，使皮肤更加能够抵御外界环境的影响，保持健康滋润的状态。皮肤保持滋润不干燥，就能够避免小细纹的产生和减缓衰老的速度。每次这款面霜打折我都会推荐，秋冬干燥，这种滋润保湿温和好用的面霜非常值得购买。Organ 的胶原蛋白粉加益生菌配方的1.6磅的大罐装，折扣价格22.99块。Organ 的胶原蛋白粉加益生菌的配方是一种结合了胶原蛋白和益生菌的营养补充剂。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弹性和水分，减少皱纹的形成，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头发和指甲的强度，减少断裂和分叉。胶原蛋白有助于维持关节软骨的健康，减少关节疼痛和僵硬。益生菌有助于维持肠道菌群的平衡，支持消化系统，缓解消化不良、腹胀和便秘。同时，通过支持肠道健康，益生菌可以增强整体的免疫系统。Organ 的胶原蛋白粉加益生菌的配方不含糖、人工甜味剂、色素或者是防腐剂，很容易添加到日常饮食中。注意，因为含有益生菌，最好不要加到热饮中，加入冷饮 smoothie 中一起服用最好。这里可能会有朋友问我，经常推荐的 Vital Protein 的胶原蛋白粉和 Organ 这款呢有什么区别？这两款胶原蛋白粉品质都很不错，来源都是草饲牛的胶原蛋白，没有添加剂和防腐剂。不同之处是 Vital Protein 的胶原蛋白粉配方没有益生菌，可以加入热饮或者冷饮中。 Organ 这个胶原蛋白的配方里面加了益生菌，最好跟冷饮一起服用。
益生菌帮助维持肠道健康，同时帮助提高免疫力。这两个胶原蛋白粉的品牌我都很推荐，一般哪个打折我买哪个。 Seeds of Change 的有机藜麦棕米素食装，六个 8.5 盎司的小包装，折后价格8.19块，平均每袋价格1.36块。主要食材来源是有机的藜麦和有机的棕米，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和必需的氨基酸。藜麦以其高蛋白含量和完整的氨基酸著称，是素食者的优质蛋白质来源。这款藜麦棕米素食装不含麸质 gluten， 只需要微波炉加热或者在锅里面加热就可以，非常适合忙碌的生活方式，可以作为主食，也可以搭配其他的菜肴，比如蔬菜、肉类或者鱼类。因为是做熟的，包装好的，灵活性高，我喜欢用这个素食装做蛋炒饭，口感好，简单快速，在包装类的加工食品里算是非常健康的。旁边的 Victoria Mariana 面条酱，两个40盎司的大罐装，折后价格8.49块。这款意大利风味的番茄酱以其高品质的成分和传统风味而著称，原材料都是有机的，不含添加剂和防腐剂。 Victoria Mariana 面条酱是小批量传统意大利家庭手工制作工艺，与许多市售的酱料不同，这款酱料低糖低钠，相对更健康。除了做意大利面条酱之外，这款酱料也可以用于披萨、烤肉、炖菜，或者作为各种意大利菜肴的基础调味料，也可以直接作为蘸酱使用。 Blue Buffalo 的狗粮是我一直在等的折扣，36磅的大包装，折后价格44.99块。 Blue Buffalo 的狗粮原材料品质高，配方营养丰富，采用优质天然的食材，高品质的蛋白质、全谷物、蔬菜。除此之外， Blue Buffalo 的狗粮中还有独特的 Life Source Bits， 这些由抗氧化剂、维生素和矿物质组成的小颗粒，经过冷成型处理，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营养，支持免疫系统健康、氧化平衡和整体的健康。我们家小七最喜欢吃这个羊肉口味的，我买了两袋，折扣结束前再扛一袋回去。冷库区的有机蓝莓并没有折扣，因为蓝莓的季节快结束了，这里提及一下。蓝莓的季节从4月中开始到9月结束，时令水果在应季的时候最好吃，营养也最丰富。蓝莓最好吃的时间段是5月到8月底。蓝莓富含多种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抗氧化剂花青素，帮助保护视力，增强大脑功能。同时，蓝莓也非常好吃，我多买了几盒，抓紧最后这段应季的时间，享受蓝莓的美味。这里也要注意，蓝莓最好是买有机的，浆果类最好都是买有机的，避免农药残留，更健康也更加美味。好了，我们今天的 Costco 本月最应该买的好折扣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收看，更多好内容在简介中，我们很快下次见，拜拜。